延迟一样，他一局都赢不了。打完赛格哟，这主播不挠。你明哥 solo 不挠的，不挠的。我操，这狗熊这么屌！我只能说我 solo 不挠。你这去找赛哥，我开玩笑的。这狗熊贼变态，别被他连到一套了，连到一套有你好受的，学个两级 Q。还行。不挠剑。他不喜欢放异物。我操！他这还没有用意境，就这么疼！我操！这狗熊不挠，我感觉要被他秒了。怎么办？压技了！压技了！被电刀的舒服，被电刀直接升天了。我操，有狗。东江公啊。神经病啊！我操！还行，两个点火是吧？一个点火也可以接受。我吃定了你的心，我吃定了。完了，死掉了。主要这小丑太恶心。还行，他肯定在那个。哎，我咋的？哎，这太挠了，这不太行。这狗熊不太行，哥们不太行啊，哥们！打狗熊，这狗熊怎么讲呢？他好像不太会玩。一般这种雷电狗熊半 AP 的不是这么玩，感觉他好像有点不太熟悉这玩法。我可以去断他的线，可以，这不打不挠。Your stray enemy， 不回家，我送他回家。还行。哎呦，他要买怨恨锁链了吗？我其实蛮讨厌打这种狗熊，他买那个纳什之牙，然后加那个叫什么来着？
峡谷制造者，对，我操，这牛的一逼，就狂的一逼，根本就换不过他的血，出黑切吗？对，大狗能出黑切。还是一般追不上。小丑会不会来？这么痛吗？哇操！不被电到的话就好了。这么痛啊！我的妈呀！不挠，对不起。我擦一双鞋，有的鞋就好了，鞋可以弄。四川人打得过吗？打得过，可惜没吃出来。我主要打了盾上，我不回血，被迫与防御塔双排。你推这个不是不赚的呀，他的伤害太低。enemy triple kill， 僵直杀我队友，还好吧，他是稍微还值钱点。他吃我这个，等一下他要被我断线的，而且他开过大招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他开过大招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他肯定过不来。And the enemy is unstoppable。只要是以前哥，他不太会玩的家伙，这笨蛋肯定还会往这里走。笨蛋，哎，不一定还有可能往下走。有人来了，好像。我就是风暴。我操，这么痛！哎，别搞，别搞，别搞！这个塔可太厉害了。哟，他要出冰拳，还想打我，坚毅不倒，还行，哈哈哈哈，想杀虚空怪物，死掉了吧？感觉是没有鞋的关系。他没有大招，没点，他有点到我可能我就死了。确定吗？又送个300，那么喜欢送。但是我这把我队友好像有一点点难受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走吧，等下一波再回来，还可以再找一次。买这个，一个 TP 好爽，完美的出门装，这钱花的一分都不剩，完美。以多欺少，坚毅不倒，我是大洞吗？我还真有点希望有人来锤一锤我啊，至少还有点热度。那自证成功好像还有点米的。他太脆了呀，这黑切之后他就顶不住，输
鼠标有点抖，是鼠标的操作鼠标有点抖。你们的阵容怎么输，怎么样都输不了，除非直接去送，不好说呀。玩着玩着暴毙了，你看这猴子都出装，我操，他膨胀的一逼，当然也不是膨胀，自信，只能说是膨胀，太自信了，他就出装。找不到他，多一道又何妨？他老是喜欢用那个盾来保保他自己。我操！直接开大了。你这被我杀一次还来一次、啊、这 WQ1 Q12 拉回来就走过去 Q3、妈还 出 AP 的小丑， AP 小丑不拿，这是真小丑，我一个电灼枪。哇，你还敢到前面清兵啊，哥们，你还敢清兵，完蛋了，我是真疼，咬我一口。你说小丑会不会来？感觉有可能会。我这里不用回去，我再推过线。主打越挫越勇，我九个头了，压四级十二，我是十二级，他在八级。哇操，被电死了，居然前面那个是真的，他不是被 W 拉回来了吗？居然前面那个还是真的，哇操，我不能接受。一千块砰一个电电下来，84，他的电电的我好痛，劈天立地是吧，啊我觉得对不对，我觉得我感觉会就要打断，就要打断，就哇他妈的感觉又没了，哎，又打不出来。妈卡住了，我只能呼出来，喷不出来。哎 ，EDG 来不了，EDG 来不了，EDG 我想看那个灯光了，打不出来，妈烦死我！那昨天也是两次了都不出来，烦死我！这猴子，这不对，这狗熊拿一千不会，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杀不起来了。他要是再买个锁链给我链上，那是不是我操，直接爽死了？哎，别来上了，这来上没有怎么用。我就是风暴。他买了个攻速，两个攻速，他要买什么？我带给你最真实的赠与。
还想开分身，还在那里开大招。还想开大招，哎，他怎么被拖回来一下刚才？哦，那个谁的被动，哇、哦！点塔点塔点塔，我操点塔呀！你个猪逼！哦，是那个沙弥拉的那个。被偷袭了，哎呦，这 Q 出来感觉能全杀完，可惜了。我操，三杀这小丑、嗯、来报仇了，萨科万能小丑，这小丑还有万能的吗？万能小丑想去上路推塔了，提去上面，是的，被他放飞镖直接斩杀双面毒人，有额外伤害来了，哈哈，塞纳还可以哦，愧是卢锡安的老婆。你帮我卡一下，可以。我操，卢锡安你老婆真棒，你老婆真棒。哦，我说难怪这延迟降下来，我说怎么玩的这么流畅。原来是15MS、嗯、这个塞纳不挠，哇操，这个小丑，哇操，被秀了，哈哈哈被盒子恐惧了，我操，他妈烦死了，这盒子这么烦人，哎呀，那我不想卖多兰剑了，不会全军覆没了吧，完蛋了。哎，我们还有一个吸血鬼吗？我都忘了我们还有个吸血鬼，居然还有个吸血鬼，可以破船者有，接下来要开始无敌，要被戏耍，换个扫描没必要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又是个小丑，他往这里来了，我看见他了。许刚应该先等他现身了，他有点着急，有点小着急。别过来呀！哎呦，这过来干嘛？可以，
你看这不就解决了吗？你别过来就行了。哇操，这塞纳，哎，太挠，这塞纳太挠了，这不，哎，他死了就还行，他死了我就能四杀了。还有个小丑跑了，塞纳死的好惨，他不用过来，他过来反而帮不到我。TP 五杀了，杀不掉了。可以，哎呦，强迫症舒服了，再把兵清完。一刀五十，20-5-4，哈哈哈哈，拿下兄弟们，哎，大家点个关注。